私はこの日ショックを受けた。きっかけは広州で開かれたアリババの最新科学技術展覧会。你好，这是什么样的技术？智慧课堂，智慧课堂。对，叫做普惠教育相关的。こちらは AI カメラを使用した無人オンライン授業システム。教師がどこに動いてもレンズが自動で追いかけて撮影し、数台のカメラのスイッチングも AI が行う。那这个如果应用到综艺节目的摄影棚什么的话，不要摄影师了，对吧？对，我们想，其实就是智能导播嘛，多个机位，我们根据逻辑和策略，汽车智能。拜拜，不要摄影师了。那咱们这样吧，然后你的摄像头给他拍一个，看看拍的什么样。我们的摄影师拍的，可以吗？不，这个不能这么的。休息了。これは AI がリアルタイムで音声をクリアにする技術。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可能有包含一些开阔的嘈杂的声音。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可能有包含一些开阔的嘈杂的声音。哇，すげえ！对，而且是实时。让虚拟拍摄。对。AI 技術によってグリーンバックがなくともリアルな背景で撮影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之前大家可能只看到。只要我们的内容做好了，我们可以随便换，可以随便。耶，就像我在京都拍摄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吧，就现在好多我们的工作都被机器替代了，摄影师也不要了，然后影视全也不要了，但是唯一一个不能被机器替代的东西就是导演。我觉得，对啊，导演不可能，我们是创意的，你们都不要了，只有我一个人就行。しかし、未来小说家，这是干嘛的？就您只需要对麦克风说一句话，然后它就会根据您说的话自动续写一段小说。你说，50年后，我又遇到他。一切都是太改变了，他在我的眼中高热。哦，有含蓄，有很多含蓄，这个有意思。AI は小説まで書けるのか。一言入力するだけで、それをキーワードに物語が出来上がる。所以如果它更比现在更发展的话，不需要小说家了。不要导演了，不要导演，不要摄影师，不要剪辑师，不要后期，不要影视墙，什么都不要。就有一个人就行。所以这部片子的主题是就像那个电影一样，智能提醒，出轨不属于决定能过离婚的。这是世界发展的一种规律。AI は私たちの仕事を奪うのか。その答えを求めて私はこの日四川省のある大学にやってきた。哇，哈哈，好多人，才11:18。11:18。对，那就12点的时候，人多的不得了啊！你不注意要踩到眼角，完全坐不下。对，完全坐不下。所以需要快递的。对。今多くの学生が食堂で並ぶのを嫌い、デリバリーで頼んでいるという。哦，已经开始配送了。开始配送了，对。哦。注文を受けると、配達員が学生寮の入り口まで食事を運ぶ。しかし、注文の量が多すぎて、配達員が足りないのが現状だ。这个吧。你好。そこで登場したのがこれ。啊，所以他现在送外卖的。对对，也算一种尝试，现在。啊，所以这个后勤餐饮。对，是这个意思。明白。これは私が去年取材したアリババの AI 宅配ロボット。レーダーが人や障害物を感知し、避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彼らはこの技術をデリバリーに応用したのだ。但是大了，明显比去年大了，是因为要送餐的嘛。开始了。麻烦进
傅一下。哇，挺快的。哇哇，这个比以前快多了。速度を速くすると当然事故のリスクも高まる。彼らは1年かけて安全基準は以前のまま速度を上げることに成功した。这个比去年快快三倍了。就这种路哈，稍微啊，这个路比较不好啊。对，它就会停。明白。一点点不停，它就会倒车了。啊，选路后最好的。啊。到了，到了。你是客人吗？啊，嗯，对。你订单的是吧？六，对。喂，他走了，回去了是吧？对对。AI 宅配ロボット時代の到来を配達員はどう見ているのか？哎，你好，可以聊两句吗？啊，对。那你作为一个快递员，怕不怕被他替代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也不能完全替代人。哎，我们这个人骑这个电瓶车呢，肯定要比他灵活一点，嗯，是这样的。嗯，哎，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以人嘛，嗯，我们送，嗯，为主要快一点。嗯，那你怕不怕被他替代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是吗？啊，不怕，这个我不担心。不怕吗？对。像比如说上楼，他就没办法，是吧？啊，是啊，各有各的优势，人工跟机器，它各有各的优势嘛。啊，上不了楼。对。啊，那如果将他将来他可以上楼的话，怎么办？怎么办？对啊，怎么办？那个我都没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很多年以后的啊。阿里巴巴は今この AI 宅配ロボット技術を思いもよらない場所で応用し始めた。その現場がこちら。我是他电网变电站。哎，你好，哦，要带这个是吧？对，每个人都要带。好，你也带一下吧。哎，我人生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也不是，日本的也没有看过。我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我爸妈在电网里面工作嘛，他们在这个电厂。哦，我出事三峡大坝吗？没有没有，那是水电，我们是火电。啊，火电。对。哦。所以我们从小出生那里，对这些东西都特别熟。啊，是吗？对。阿里巴巴クラウドで働くフォンさんは幼い頃発電所で育った。そんな彼が参加するのが変電所の無人化プロジェクトだ。那就是我们。那个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巡检机器人。机器人。嗯。好可爱，我们叫它瓦特。Hello， 瓦特。对，它是障碍物的话，它是会自动避障的。它看见你了，它就会自动避开。怎么了？不动了呀？不动了。可它自己就避开了。哦，避开了。对，你像这边在看，对，它现在正在拍照。哦。拍照完之后，它的机器本身里面就会有一个 AI 的计算单元。嗯。然后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阿里云自研的一些 AI 算法，嗯，他就直接就去看哦，这个设备的状态是什么，转过来了，对。WAT が行うのは設備の安全検査作業。車載カメラで変電所の隅々まで撮影してクラウドに上げ、AI が問題ないかどうか判断する。もともと人が24時間交代制で行っていた検査作業を無人化したのだ。那现在雾很多啊。没关系啊，能看清楚吗？没关系，你可以看它的电脑上面就是实时的，对，上面还有一个红外的摄像头。啊，这个红外的，哇，厉害！主要是那个巡视的时候要看哪里？啊，一个是看这些设备，你看到，看到设备上面是不是是开关是开的还是闭合的？像那个上面还有表，看到没有？啊，那个那么小的？对，红黄绿这些表它都要读的。这个人的话怎么看？这个望远镜吗？对啊。就这样看，对啊，太小了。然后像这个上面的接头的温度也要去测量的。かつては3000箇所のチェックポイントを人が一つ一つ写真を撮り確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哦。像我对它比较熟悉，是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在这里。哦。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爸妈就说你对这个电一定要敬畏。哦。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给机器人进去的通道。哦，机器人通道，所以矮，比较矮。对。
像这种地方就机器人进去是没问题的，但是人进去呢，就是怕这个人的这个对会有些危险，万一譬如说刮个风啊，或者有个什么意外跌倒了呀，碰到这些东西，对吧，就会产生这种二次的危险。哦，对，因为毕竟妈妈在那个电厂工作一辈子嘛。对，然后如果有一天突然被机器期待的话替代的话，不是很难受吗？你想他去锅炉那里去检查，温度又很高，而且也特别吵，对吧，那去了就是为了抄一个表的读数。那现在说如果有机器人去了能做这件事情，他的经历是说 OK， 你把数据给到我，对吧，我来处理这些数据本身的一些关联关系，对吧，他就可以只在这个他的值班室或者办公室里面，对吧，他不用去到现场。我觉得对他来说，对，对他来说工作变轻松了嘛，而且他的工作价值提高了嘛，对吧。你像我爸妈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因为都是双职工嘛，经常我五六岁的时候还没上学，他就会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面，就是因为他们要去做巡检啊，做这种特殊的任务的组织，对吧。那现在有了机器人，对吧，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辛い反復作業をロボットが行うのはこれまでの時代とそう変わりない。ただ AI は今思考を必要とする仕事まで肩代わりし始めたという。その開発現場がこちら。これまで見てきた各種 AI ロボットを開発するアリババダーモーユエン。彼らが今開発中なのが思考するロボット、その名は AI 裁判官。ああ、何これ何これ、これ喋我们说话的都记录下来，对，自动的。是的，是的。对，我们这边因为是模拟庭审嘛，所以其实背后有一个 AI， 然后它实时的在监测着三方的对话。哎，蛮有意思。那我如果说日语的话怎么办？日语的话，我们目前没有上线日语这个翻译，但是其实本身我们那个达摩院是有这个日语翻译的技术的。哦。那我们现在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的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答辩如下。原告，你与被告是什么关系？原被告都是体育老师，分属不同的学校，属于前后辈的关系。原告，本案借款的资金来源。然后刚才 AI 回答的那个机器人回答的内容是，机器人它是充当了一个法官助理的角色，它其实是在提问。然后马上这个 AI 会告诉我这个案子怎么判，然后我会把这是算法推送的结果，AI 推送的结果，对，然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来予以宣判了。哦，この AI 裁判官はすでに浙江省で実施化されている。もともと数ヶ月かかっていた裁判がわずか数十分で判決が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那有没有有些人拒绝被 AI 判断？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在机器人在判这个事情，是机器人在深度辅助法官判，对，只是法官利用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提升了这种判的效率。最终是法官在敲那个法锤说本庭还是最后是这样。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他最后每一篇的这个裁判文书是要签字的，法官是要签字的。对。为什么阿里开发微信的东西？これは AI 裁判官の技術を応用したオンライン AI 法律相談室。妻子要离婚，丈夫能够阻止吗？这个你少看点这个。你说我懂。对对对，你可以。我的妻子出轨了。我的妻子出轨了，但是她不想跟我离婚，这个怎么办？我出来了。有出轨不属于决定能够离婚的情形。哦，是吗？所以你打下这个念头。啊，我一直猜这个有点问题，能不能离婚是不是？我喜欢，我非常爱老婆的，这是一个节目效果而已。所以你觉得以后这些反复性的工作都被机器替代吗？
都吗？你说都吗？也都，这大部分的。我觉得是有这个，是有这方面的趋势吧。因为我这个问题跟很多人问了，然后都这么说，都你像你这样这么说了。但是，不可能中国的14亿人口所有的人都要做创意的工作。也是不太现实。那怎么办？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它会有一些新的职业会产生。你就像原来其实外卖小哥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存在的。包括在电商发展之前，这个送快递其实也没有这么强大的一个需求。当然就是说 AI 带来了一些社会焦虑，我觉得也是。对。本当に AI ロボットは私たちの脅威にならないのか。最後に私はアリババの副総裁を訪ねた。我其实很好奇一点，就主内先生，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大家听到人工智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听到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是怕吧，就怕。一个字来表达的话，怕。到底未来10年或20年或3年或30年后，好多工作被 AI 被。人工智能替代，那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够替代咱们的创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趋势。那你觉得下一个被淘汰的工作是什么？这个还真说不太好。对，我觉得那个司机的工作快没了。我最近在青藏高原。拍了一个卡车司机的一个故事，就是现在青藏高原菜鸟的啊，菜鸟的，就是菜鸟的，就是他把那个菜鸟的这些生活用品，他通过青藏高原运到，拉萨，还有更远的地方，对，但同时想到了这卡车司机如果有一天被自动驾驶替代的话，他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普惠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今天我觉得说卡车司机其实挺辛苦的，他们这个跑大车的时候，夜以继日的跑，然后经常就说是睡觉是在驾驶室后面的那么一个，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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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我觉得将来也许他们就不需要那么的辛苦的来跑，他们可以就是说是把车比如说开上高速，然后他就可以休息一阵子，对吧？这个对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吧。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那么轻松的话，他的工资变少了，因为现在青藏高原的那个路特别的辛苦，对，所以他的工资一个月的工资4万。很贵的，一个月的工资4万的卡车司机，因为特别辛苦。但如果变成轻松的话，那肯定他的工资会变少了。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以前的时候，一个司机师傅开一辆车，对吧？那今年可能就通过自动驾驶这些辅助的技术，他可以开，比如说后面跟着一溜车，只要跟在后面，他只要来管理说这个车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从一个司机变成一个车队的一个队长，那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那好吧，被说服了，说不过来。私は子供の頃、ドラえもんを人類の脅威だと思っ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それはきっとのび太くんが善良な心の持ち主だったからだ。結局、今後、人と AI ロボットの関係を決めるのは、やはり人なんだと改めて思う。我们现在的数学，它是一个黑箱，它不是一个数学的模型或者之类的。如果我们能够解释它，我们可能能知道人为什么能够识别。对，这个就对人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哲学的问题，对，一般科学发展到最后，对，这还是哲学，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事情。所以我们人还没了解人的话，机器也超过不了人。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应该是人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一旦我们人弄清楚了这个机理之后，这机器可能会。真的会替代啊！然后呢？明白了，不愧是清华。